锁定会展，关注快报，欢迎收看本期的会展快报，我是香恒。万众期待的澳门娱乐展将于11月14号至16号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中心隆重举行。首届澳门娱乐展由澳门娱乐设备厂商会主办，澳门博彩业管理暨中介人总会、澳门娱乐博彩业中介人协会等单位协办。今年是我们澳门第一次的那个澳门娱乐展，这个展览会呢是覆盖范围很广，我们包括有6个范围，包括酒店设备、博彩设备、中介人、纪念品，还有那个家具和其他一些配套设备、娱乐表演这些。那么这个呢是第一次比较大范围、比较正确的反映澳门整个娱乐行业的一个现状，也是第一次搭建这样一个比较全面的平台，给业界的参与者来展示他们自己的产品和技术。展览涵盖了娱乐场使用设备、博彩器具及附件、博彩中介人及贵宾厅等。展览亮点纷呈，为参观者呈现一场充满惊喜的完全娱乐。主办方营造了无数正式和非正式的交际和娱乐契机，积极地将品牌与好玩、兴奋以及澳门缤纷的娱乐元素联系起来，让每一位买家都乐在其中。